Uğraştım e, takmadın ne yapsam senin için yetmedi Sevindim gülmedin ağladım üzülmedin ne yapsam benim kadar sevmedin 去五年，爆料从来没有过。 来自习近平的直接批示，把郭文贵和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给弄出来。在过去的三到四个月里边，几乎习近平的批示就会说郭文贵及新中国联邦的反党反国的叛国团伙。我们是习太阳手里边被批为郭文贵和所谓的新中国联邦的反党叛国团伙。我们是这个啊！习近平对这件事的恐惧超出你任何想象，因为他很难相信一个人能顶住这个压力，很难相信这个。 人能持续活下来还很难相信这件事情竟然唤醒这么多人，这是他绝对不敢相信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五月三十号下午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我们要认真的研究。就共产党的这个，要做好惊涛骇浪的准备。哎，这个话很大。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你看七哥最早说了吧，惊涛骇浪。七哥太了解他了，所以惊涛骇浪绝对，我告诉你，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词儿。 极危险，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工作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国家安全。他所提的就是美国政治安全，就是我们国家安全。他提的就是什么？就是共产党担心被推翻。 政治安全，我们肯定要推翻他。这句话里边是有外国人是不懂的，这绝对这里边国土安全这是指的我们惊涛骇浪。我告诉大家，就是跟西方的马上开始了金融大战、银行大战、货币大战，在中东、南美开展的一系列的反美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问一下，谁提出的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应该？ 走正道主义看一看，就这世界上就是很多人啊！我的老天爷呀！哇，凡是中文的任何好主意都是习近平干的。好，ChatGPT 一旦被魔鬼控制，魔鬼一旦有了更大的杀气，对所有的全人类都是个威胁。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 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他所有的侥幸就认为，未来的两三年，人类将处在极端的疫苗灾难、疫苗后果和经济整个崩溃的边缘。他认为是他的机会，这就是二十大。 习已经完成了一切之布局，开始了全面的，就是习式革命。严格来讲，就是革共产党和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和中国人的命，革全世界的命。惊涛骇浪绝不仅限于北京，也不限于中南坑、中南海，而是全世界。学习两会精神，然后学习习的精神、习的讲话，然后清理党内两面派，清理党内不稳定因素啊，然后做到惊涛骇浪啊，这个。 他要当大海，要把美国的小池塘彻底给颠覆了，然后在俄乌战争当中啊更大胆，然后把国内所有的问题都转移到外面去，然后习太阳要迎来一个所谓的在内部讲话，要迎来共产党一个伟大的一个新的春天，要把二零二三年的春天变成党的伟大的春天，变成中国人民伟大的春天，他想干啥呀？ 会发钱吗？不可能是吧？全球的战友，大家好！哇，惊涛骇浪，老厉害了！大家知道说这个最后的这个片段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吗？就是什么时候郭建人说的吗？是在。 二零二三年的三月六号啊，三、哦、月六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当我们这个三月十五号以后呢，开始解读那个卷宗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哇，三月六号那一天，这个起诉书被司法部签发了。三月六号，然后呢，三月六号的时候呢，这个郭先生就表达了说，共产党。 将迎来春天，哇！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之后是这个共产党的春天果然来了，哇！那个时候迎来了什么？我们看到说郭先生这个身陷囹圄，被拘禁，然后被禁身，然后喜死黄，跑到了全世界石油买美元啊，不对。 美元人民币买石油，对不对？人民币买石油，人民币买粮食，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美国的呃这个前总统、现总统、前前总统都深陷绯闻、危机、官司，是不是？从 SEC 的主席到 FBI 的头，到这个这个国务卿啊，到司法部部长啊，没有一个人现在是。 干干净净，然后是平平稳稳、安安静静的，没有。然后更热闹的就是那个南区法院，对吧？美国纽约南区法院，哇，那真是热闹的。哎，这个四月四号又是这个川普总统开庭，又是郭先生开庭，哇，这真是热闹的不要不要的。这现在这个，这个这个习近平，对吧？共产党的春天好像真的来了，哎。 那这两天怎么又惊涛骇浪了呢？又那个叫什么？哎，这这这句话叫怎么说？风高浪急、惊涛骇浪了呢？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这个我们也尝试着来解读一下这个风高浪急、惊涛骇浪。这个叫做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不知道这个注解的如何啊？这个大家就。 听听你们就听听，呃，首先啊，这个我把这个整个讲话呢找到了几个，我认为说是也可以解读的几个比较，呃，我能差不多。 自己觉得可以解读的点和大家解读一下。那首先我们先，呃呃，就是分享一下这现在外面的市面上，市面上这个东西现在都怎么说？那都说哇，习近平现在政权不稳，所以呢他提到了说叫做，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 因为他政权不稳，所以他又风高浪急，又惊涛骇浪。要安全，注意国家安全，注意他的这个政权安全。所以，呃，这是市面上的解释。那么，市面上的解释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呃，反正我和他们的意见不甚一致。那么，今天大家就听一听菲菲版的，呃，这个。 风高浪急、惊涛骇浪和对于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西死黄的讲话的注解。好的啊，首先呢，他是说啊，这个三十日对吧？中国国家领导习近平在新一届的中央国家委员会上首次指出，现在国家安全的复杂和。 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好，那这个刚刚我们在这个片头里面，呃，我我们听到这个郭郭先生对于，呃，这个国家安全有注释。那么我们在此呢，也把这个国家安全这一句话来注解一下啊、呃。他说，现在的国家安全呢，非常的复杂，复杂艰巨程度呢明显加大。 那么，郭建注解说，习近平说的国家安全就是美国对于 CCP 中国共产党带来的这些威胁。那么也就是说呢，习近平现在觉得美国对于他的这个挑战，对不对？美国的现在的所作所为呢，现在很复杂，而且他发现，哎。 不光是一方势力出出手了，这个出手的势力呢很多，而且呢，他发现这个美国呢会随时调整战略，这个美国呢他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一招玩到底的这个打法，包括曾经的他认为的奴才，现在也不奴了，他曾经认为的这个这个呃这个对手呢，或者说是这个呃朋友呢，现在呢又互相的在。 转换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他说现在很复杂，很复杂 <laughs>。然后呢，他打着打着呢，他本来觉得说美国不行啊，对不对？美国他本来认为说，你看我这个呃可以打不退称战，我可以放病毒，我的这个现在这种导弹都布置在美国的这个周围各个地方的这种呃这个呃船底。 那我现在呢，自己的这个太空技术，对吧？中共国好像马上要登月了，是不是要登月了？那这个太空技术也是杠杠的。我的东风导弹呢，现在也是很厉害的，包括呢，最近还试射了这个超音速导弹，但没想到，哎呦，被截住了。所以呢，这个艰巨程度呢明显加大，情况很复杂，敌我傻傻分不清楚。然后呢？ 哦，美国不像我想的那么弱嘛，不像，所以这个是我解读的啊，叫做现在国家安全问题很复杂，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好，那第二句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话啊，它叫做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我就在想了，什么叫做底线思维？什么叫做极限思维呢？这个共产党有底线吗？对吧？它的极限又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们这个经过了一群小伙伴的互相的切磋、分析和商量，共产党有底线。共产党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说，无论如何要保住习家党。 这就是他的底线，保护住他的政权，他的西皇朝的统治，这是他的底线。哦，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这个注解怎么样？是不是他的底线啊？那那个为什么要有极限思维呢？那就要和前面那一句要拼在一起想，因为现在很复杂，很艰巨，为了要保住这个底线，一定会是有牺牲的。 那譬如说什么中国经济啊，老百姓的生活啊，这些都是可以牺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说极限在哪里，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准备着，我们要走到那个极限。什么极限？老百姓吃草这个极限，甚至杀掉一部分这个呃这个老年人啊。当然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干了嘛，就是说可以加大杀人的力度，可以加大大家吃草的程度。所以这就是他们。 要为了保住自己袭皇一尊绝对统治地位的底线，所以随时随地可以采取极限的措施。所以这个是我理解的，它第二个啊叫做坚持底线思维和极啊、呃、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对吧？你看看，我现在就觉得说，我们其实是读不懂以前啊，真的是读不懂他们的这些语言。这这本来这个些语言他在讲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他在说什么？我们看也看不懂。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如此。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说，他说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 那风高浪急是指什么东西呢？惊涛骇浪又是指什么东西呢？实际上说上呃这个片头里面我们已经呃给大家呃看到了郭先生在这个二十大之前对于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解读。风高浪急是在讲习近平自己面对的这些事情，也就是他的所谓的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也就是说它来自于国家安全。 郭先生解读了来自于美国的威胁，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也就是说，来自于反党人士，比如说新中国联邦，比如说内部不坚定的人士，比如说他的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方要干掉他的人，对吧？这个政治安全、国土安全，这些呢？ 都是要经受着巨大的挑战的，是吧？风风高浪急，也就是说，他要让大家大家都明白啊，接下去我们要经受住说美帝国主义的挑战、反党人士的挑战、新中国联邦的挑战，并不包括内部的那些想要干掉他的人的挑战，都是的这个挑战。那么，呃，这个这是风高浪急，那惊涛骇浪是什么呢？惊涛骇浪可不是。 跟风高浪急指的是同一个意思。喜死黄一句话里面有两种意思，惊涛骇浪是指啊风高浪急，是指说我面对风高浪急以后呢，我要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感受到什么叫做。 惊涛骇浪，哎，中文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意思的这个呃这个语言啊，就是说呃我们的这个组织上面对吧？尤其是古文上，古文这种书写上面经常会省略一些字，那么你加上了这一些繁文缛节的这种字呢，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原来是这个动词啊、形容词啊加上去以后，你就会说啊，原来这句话是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准备好风高浪急，但 但是呢，我们要让全世界体会到什么叫做惊涛骇浪。那么之前呢，这个郭先生在这个就二十大之前说他的惊涛骇浪是要干什么呢？是要我们听一听啊，我们再再听一听。他说二十大之前呢，他说他说他的惊涛骇浪呢，就是要持续他的金融大战、银行大战、货币大战，然后呢会在中东和南美开展。 一系列的反美活动，那是在去年啊啊，我、哦、妈呀，这是在去年啊。这个郭先生就说是在中东和南美的一系列的反美运动。那么我们在看到三幺五之后，哎，果然哦、啊，一系列的反美行动就出现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呃，郭先生果然是对这个“西四光”后面的每一步计划都是非常的了解。那呃，我。 二十大之前，他就知道说他在今年安排了一系列的中东和南美的反美运动。那么今年的三月六号的时候呢，他就这个预言到，习四皇觉得这个共产党将迎来他的春天。哇，那后面的事情呢，果然就是按照这个郭先生所说。那么他的春天到底到不到呢？我们再看看。<laughs> 然后这个后面还有啊，还有他说要突出实战和实用。 和国党呃呃是和国安党委全国覆盖，但又要维维护开放安全，要维护开放安全。他说呢，这个开放开放安全呢，就要维护政治安全，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水平。我们刚刚就说了，政治安全指什么？政治安全就是指。 说要针对爆料革命的这些这个反习的反共产党的人士的这种呃控制、阻截、攻击、伤害，那么尤其呢是在这个网络上面对吧？那呃还要通过那个叫做 AI 的工具。那么其实呃我们也看到说，哎、呃、郭先生很早就把这个 AI 相关的呃。 习近平的部署已经拿出来看了，譬如说这个 ChatGPT 上关于呃这个呵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描述，关于哎刚刚小姐那个词叫什么？我们的新中国联邦的那个词，正道主义提出的是什么？ 你看，他已经在这个正道主义是谁提出的？他已经在这个 AI 的最先进的科技上已经开始布局了啊。那么，除了比如说这个 ChatGPT 这些呃安全的这些地方呢，人工智能的地方呢，他还提出了什么？嗯、呃，你看啊，网络。那么网络它指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啊，包括这些共产党控制的，包括抖音啊、呃 Twitter 啊、Facebook 啊这些，哎、呃。 都是他一系列要控制和这个进行安全管控的地方。那管控的目标是谁呢？新中国联邦的战友和所有的反对习近平的声音和反对这个共产党统治的这种声音。那么问题是说，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个郭先生三幺五都给你关进关进去了，对吧？那你还怕什么呀？对不对？这个你有什么好怕的吗？ 那为什么他现在在现在的这个安全会议上又着重的提出来了这个所谓的对于国家安全的管控呢？那么就因为我认为啊，因为是说现在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爆料革命的这种要反对习近平的声音和这种人心，而是因为爆料革命把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 中国老百姓、普通的美国老百姓都开始唤醒了，也就是说，这已经是说变成一个全民、全世界有群众基础的一种对于共产党、对于习近平的一种反抗，所以他必须要管控啊，不然就不安全了嘛，对吧？他的他的国家安全就不安全了，是不是？所以。 这个呢，是他这个指出的，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几点啊。 也就是说，我们再再来这个总结一下，他是说啊，对于这个国家安全呢，也就是说，呃，他他整个这个安全会议的意思，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呢打法非常复杂，美国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那么问题是说呢，我们呢永远要保持住我们的底线，也就是说，我们习家党的统治，那么可以走这个极限，也就是说，呃，老百姓可以吃草。那么呢，我们要准备好呢，这个现在接下去的来自于美国，来自于。 新中国联邦来自于全世界人的正义人士的挑战，但是呢，我们一定会让他们知道，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惊涛骇浪。然后呢，他说呢，重要有一点呢是说，哎，我们一定要管住这些来自于社会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正义的声音，这种反对习近平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习近平，包括新中国联邦。 包括被新中国联邦唤醒的这些人的声音，那我将运用什么手段呢？运用譬如说 Chat GPT，譬如说 Twitter，譬如说 Facebook，对吧？这些网络工具被我控制，哦，不能忘记 TikTok，这些被我控制的这些社交媒体这种媒体的出口，包括我相信还有它的这个中文大外宣和它的英文大外宣，那我就数都数不过来了，是不是？来控制住这个网络的安全，相当。 相当的重要，这是他的一系列的关于安全问题的这个说法。那么，呃，这个我们就呃框架性的把刚刚这个习死黄的这个发言呢，就是稍微呃梳理和整整这个总结了一下。菲菲 <laughs> 包猪肉包子吃了吗？<laughs> 好，呃，我看看大家有什么评论啊？你们有什么高见？<laughs> 共产党的底线就是发掘更低的底线。民主国家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习大神担心啥呢？是啊，哦，抽烟，抽烟。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再看一下，再看一下。那么。 这个呃，我们把这个事情再分开来，仔细的要讲一下。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习习死皇啊，他是说他接下去要这个掀起惊涛骇浪。那么他的惊涛骇浪到底有没有掀起？因为呃，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就说，现在我们的观点是和市面上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像市面上他们卖的比较好的观点呢，就是说啊，这个习死皇现在不行了，政权不稳。那么习死皇。 呃，我们的意思是说呢，习死皇觉得自己现在大权在握，然后呢，他不是说政权不稳，而是说他是相当稳妥，然后他准备给世界点颜色看看，掀起惊涛骇浪。那么我们看看他到底是不稳呢，还是他正在要掀起惊涛骇浪？ 那么，呃，他的惊涛骇浪呢？郭先生指出的是说，他的惊涛骇浪是要说是要开展什么金融大战、银行大战、货币大战，是不是？那么现在，呃，这两天有一则新闻啊，就前两天的这个事情，就是委内瑞拉的总统叫做马杜罗，他宣布呢。 又要加入这个去美元化的进程，那么我们知道说，哎，之前巴西啊，还有这个，呃，还有它的什么斯坦国啊，对吧？那么多这个斯坦、那个斯坦，这么多斯坦加在一起，呃，包括中东这些地方都想要这个去美元，是不是？这个是在习死黄的一带一路的政策化习政策下，然后想要去美元化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他的政权不稳，他是不是应该缓一缓脚步，不要去美元化了呢？跟美国美国人稍微有点妥协呢？不，从来没有停下过自己的脚步，叫做去美元化。那么最近的他的小伙伴呢，又发生了，就是这个叫做委内瑞拉的总统叫马杜罗的人，那么他是怎么评价呢？我觉得也这个评价挺好玩的，就跟那个。 是说正道主义是袭死黄这个第一个提出一样的，然后呢，他又借用了我们这个爆料革命里面非常呃这个熟让人熟知的段子，叫做让子弹飞一下的这个段子。他说，他说搜狐的报道说啊，大家都看过让子弹飞一下的呃这个片子，那么看过的人呢就知道说美国就是那个黄大爷，然后呢大家都害怕他。 那害怕他的时候呢，他就是真老虎；那当家大家不怕他的时候呢，他就成了纸老虎。那如今呢，俄罗斯与美国已经彻底翻脸，然后印度、巴西、伊朗、沙特等地区呢也蠢蠢欲动。那更不用说我们呢，是隐而待发。也就是说，他说呢，他喜死黄现在叫做隐而。 再发啊！它这个引是什么呢？是就是呃索引的引，就是引、呃就是、出来的引，就是我把这些他刚刚提到了呃印度、巴西、伊朗、沙特、南美国家这些都已经引出来了。然后呢，哦还还有俄罗斯啊，我相信还有什么斯坦国对吧？然后呢，我准备什么呢？我准备把他们引出来以后，我就要发动了。 我就要发动了啊！然后他说什么呢？美元霸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崩溃了。所以你看，习死亡，他从来没有说要停止国停止对于美元的狙击，而且这个力度越来越大，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一个重击发生了，因为他已经说了，他马上要掀起惊涛骇浪，战友们等着吧。 那么，呃，这个是货币啊。当然，现在的货币呢，最呃最流行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数字货币。那么今天是六月一号，也是这个呃国内的六一儿童节。嗯，今天的香港，香港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指引今天正式生效了。也就是说，香港的，简单讲就是说，香港的这个数字平台的牌照已经开始。 可以正式申请了，也就是说，香港已经开始合数字资产合规，然后呢，呃，这个就是呃，牌照可以正式申请了，也就是说，你在香港呃玩数字货币就开始变得安全。那到底安不安全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说看上去安全，对吧？他给你立法了，对吧？那至少可以看上去安全。那么，呃，他在香港开始建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呃，美国现在特别不安全，美国现在真的特别不安全。呃，我我今天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你看香港现在呃变成一个数字货币的非常安全的一个港湾，那么美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呃，也是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 SEC 呢，最近又成了一件事情，SEC 成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跟数字货币又有关，也就是说是之前呢起他起诉了这个 Coinbase 里面的这个产品经理一对兄弟，那么说他们呢内部交易，那么一个呢被判了两年，一个呢被判了十个月，哎，这两天两个人这个和 SEC 达成了。 妥协，那妥协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呢？妥协的内容当然要赔钱了，赔钱，然后这个把这个牢狱之灾给免了，是不是？赔了大概将近一百万美元吧，包括乱七八糟的这些数字货币啊什么的，赔了一百万美元，差不多一百万，八十几万加上一堆数字货币，我,我估了一下，大概一百万美元。还有一个条件非常重要，他是说的是什么呢？是说他承认他们在这个。 内部交易的时候买卖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 crypto asset security。security 这个东西，这个词汇翻译过来就叫做证券。他承认他交易的东西是证券。SEC 的头，你这一百万人家是看不上的，人家看不上你这个钱呐、啊，人家重要的是要你承认你交易的是证券。 大家还记得吗？前两天这个刚刚 SEC 败诉了，是说这个以太坊不是证券，是不是？那哦哦，这两天他要把那个这个 Coinbase 揪出来了，又鞭尸了一把，说，诶、哎，这两个人呢内幕交易，还是同意他交易的这些数字的这个货币是证券。那么现在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是现在这个 Coinbase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这个老板就说了，这个。 现在美国啊，对于这个数字加密货币的这些不友好的政策呢，会让 CCP 成为最大的受益人。那么，哎，这个事情就很好玩了。你看到这个 CCP 现在在这个不断的创造良好的环境，来欢迎各国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 呃，公司到他的这个香港，呃，去投资大湾区的香港去投资。那么呢，在美国呢，哎呀，又把那个就是，你看所有的这些数字货币，这个搞得这么复杂，搞得这么多的这个规则啊，这个感觉美国的这个数字货币公司都没法活，没法活了，你知道吗？这个 Coinbase，他想想我也不算是太差的公司，我怎么就在这个国家活不下去了呢？已经出去了。 不是说是，是呃，等待出去已经出去了，那么呃，这个，呃那美国呢也是有人也看不下去了啊，这个就是美国的商业部呢，他们是这样说的啊，他们说 SEC 的监管是有意设计的，而不是偶然的，有意设计的，不是偶然的，它为什么是有意设计的，不是偶然的？这不是我说的。 是他们说的美国商会，嗨，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他是有意设计的，不是偶然的呢？也就是说，他是故意让这些数字货币的公司在美国活不下去，而不是不小心，就是对于呃规则的这个不清楚，对吧？然后不小心误伤了这些数字货币货币的公司。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现在 SEC 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要把这些美国的未来的这个货币的发展扼杀在摇篮里，然后要把这个宝宝呢，要送到喜死皇的怀抱里面去。哇，这个事情吓人了，喜死皇厉害啊！哇，这是有帮手的，那果然是惊涛骇浪啊，那。 问题是说什么叫做有意设计呢？也就是说，它只针对某一些事情，而不针对另外一些事情。那我们要想想，这个 SEC 到底是管什么东西的？管美国的证券的，是不是？那最近有一家公司呢，又跑到了我们的这个视线里面。这个要讲到三幺三幺五了啊，三幺五。 那么今年的三幺五呢？我们这个你看啊，什么 GTV 是诈骗，洗交所是诈骗，盖特是诈骗，G cup 是诈骗，反正跟这个新中国联邦有关的都是诈骗。然后呢，你们哪怕这个他的卷宗里面呢，都找不出一个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所谓的呃，这叫什么呃受害者。然后呢，他就说你们全是诈骗，全是诈骗。 而且是以什么罪名起诉你的？刑事罪名起诉你诈骗啊刑事罪名你知道吗？这是很恐怖的，是郭先生这个给他定罪，如果定罪成功是要关两百多年的、啊，老吓人老吓人的、啊。但是在二零二二年的三月十五号，哇，美国的南区法院也法院南区法院也判了一个官司，这个官司有意思啦。 这个官司和有一家公司有关，这个官司和一家叫做 IdeaNomics 的公司有关。这个 IdeaNomics 的公司呢，我们以前也讲过，是谁的公司呢？吴征的公司。那在去年的三幺五，二零二二年的三幺五，南区法院呢受理和判决了一起案子，是有一群投资者去控告了这个 IdeaNomics，然后说呢。 啊，他们误导我们，他们披露虚假的信息，导致我们这个就是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结果南区法院是怎么判的？他说啊，他说这个投资者的控诉呢是有一定理由的，是陈述了一些呢这个误，就是该公司的一些误导性的陈述，误导性的陈述，但是但是但是没有充分的指控。 该公司故意造成他们的损失，也就是说，他们又是做假报告，又没有实际经营，空壳子公司，股票上了下来，上了下来，骗股民的钱。居然南区法院在去年的三月十五号说：“哇，不可能啊！这家公司他虽然说讲的话不那么真实，虽然骗了人，但是你们没有证据，所以你们败诉，你们这些受害者败诉。” 但是在今年的三幺五上面呢，他说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受害者，但是司法部说这家公司诈骗、GTV 诈骗、郭先生诈骗，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啊？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什么标准？南区法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现在很困惑，你知道吗？嗯、关键是更困惑的事情是说，去年的三幺五是一家这个上市公司。 受 SEC 监管的上市公司，然后呢，他的投资者是有确确实实的受害者去起诉他，然后败诉。那今年呢，是一家还未上市的公司，SEC 自己主动跑起来说：“你这家公司不行啊，你这个完全就是个诈骗案。”这 SEC 咋，自己明明应该自己管的公司他不管，哎，明明不应该他管的公司他就去管呢？ 就明明有受害者的事情他不管，明明没有受害者的事情他要去管，这是为什么呀？哦，然后呢？这个还发生一件有趣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今年，今年的五月一号，这家 Idea Nomics 啊，马上要面临退市，突然之间股价上涨了百分之九十哦。 股价上涨了百分之九十，我天呐，一块钱变成两块钱了。我如果投一百万的话，我明天就赚了两，呃，就变成两百万，直接赚了一百万。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收益的情况？而且一家马上要退市的公司，为什么它的股价会突一下涨百分之九十？这在你 SEC 的监管之下，你不应该看一看吗？问一问吗？这到底为什么呢？ 而且关键的一点是说什么呢？是在今年的三月三十一号之前，这家 Idea Nomics 如果不交它的 Q 十呃十 Q 的表格，它就要被退市。而且呢，在今年的五月十九号，他们呢最终收到了这个纳斯达克的信，告诉他说，你如果不交表格，你就要退市了。 也就是说，这家破公司去年又是骗骗投资者，然后呢，今年又不交表。其实他们去年开始就一直没有交表了。然后呢，这个叫什么，股价又是这个在退市之前已经没有交表。之后我们说到五月一号，它的股价突然上涨，而实际上说它三月十五号就是它交表的最后期限，呃，三月三月三十一号是它交表的最后的期限。 这样莫名其妙的骗股民的钱，突然的涨和突然的跌，突然的对市场的操纵，这不应该是 SEC 认真去观察和认真的去调查，这里面是不是有诈骗的事情呢？但是 SEC 不管，他不管钱，跟他没有关系，他管的是你根本没有所谓的受害者的 g t v 管的是中共非常想要赶出美国市场的数字货币，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看看那个美国商会的这句话啊，他说，SEC 的监管是有意设计的，而不是偶然的。这句话很有深意啊，值得大家好好的深思和体会。突然之间，就让我又感觉到了这个西死黄的惊涛骇浪。 厉害呀！哎呀，又是 SEC，又是南区海法院，这个金融战、银行战，是不是让美国的在下一代的？他们现在已经说了，下一代的叫 Web 三点零。赵长鹏已经开始在推销了，让你在 Web 三点零时代、区块链数字化的这个时代，把你的这个所有的竞争优势。 呃，这个这种叫做这个前这种科技优势，还有市场优势，全部咔嚓掉，老厉害的惊涛骇浪，绝对不是说说说玩玩的。我看看还有什么事情啊？啊，那么讲了这两件事情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嗯，我们也不知道喜死黄到底什么很多的具体的安排。我相信啊，这个喜死黄这个后面。 他刚刚开完会嘛，这个会五月三十号刚刚开完，今天才六月一号，这咱讲的有点急。这个后面人家牌还没出，我当然不知道他出什么牌是不是？那这个我们过两天再看看啊，他有什么新的招出来。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西子，感觉是李刀母子，这个话我看得懂的呀。 好，那么呃，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喜死黄”的惊涛骇浪。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就是说，嗯、呃，还是回到这个叫做“让子弹飞”的这个剧本吧。什么叫“让子弹飞”？我们一直都不太理解“让子弹飞”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子弹要击中一个人心脏，噗，让你嗝屁的时候，它是要虽然子弹是速度很快的，对不对？但是它是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飞的。 最后才能射中这个被射的这个对象，那让他对吧？就算神枪手，他是也是需要这样一定的时间让子弹飞一会儿。那么更不要说我们这个春去秋来，这个呃万物的生长，是不是从开花到结果，到呃这个落叶到凋零，这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而实际上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些政治事件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说，好多人都跑出来了。这个三月十五号以后呢，更多的人跑出来了，以前都看不大见的人都跑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美国，你看啊，最近呃比较热闹的就是这个 FBI 的头，对吧？啊，这个事情也很热闹的。你发现已经死扛了我。<laughs> <laughs> 那包括这个 SEC 对吧？那个什么该死了是吧？这都已经死扛了，就是把牌都要出到最后一张了。那么我相信他们都不是出牌的那个人，那出牌的那个人必须是洗死黄啊，对不对？那么最多是洗死黄手里的这一副牌当中的某一张牌而已。那么现在打到这个级别，到底是打到？ 这个阿拉伯数字呢，还是已经出到了这个呃这个这个老 K 啊、皮蛋啊、Jack 啊这些，还是说已经是这个炸弹了呢？还是还是什么牌呢？还是怪了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的牌还没出尽，但一定要等他把牌出尽，我觉得才是这个事件有结果的时候。大家请耐心等待，继续观看。 那么问题是说，这个习死黄还是意识到了说，这个美国呢，呃，给他造成了现在呢，刚刚说到了，他说的是非常的复杂，对吧？这个也是呃很艰巨。那么他现在美国到底是说有没有按照他的呃牌路去呃回应呢？还是说习死黄他现在打了这一副牌，有没有被美国呃整个？ 回击的，就是回牌的时候，就是这个路子有打乱呢。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西死狂，首先他是寄希望于说俄乌战争能够，呃，非常顺利的推进，可以帮他这个台湾战争的这个推进，对吧？他能推动这个就是呃统一台湾的大业。但是非常的不幸，这个俄乌战争并没有朝他想要的方向去推进。 而郭先生多次说到俄罗斯最终会解体，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俄罗斯到底是像喜死黄一样呢？普京可以高歌猛进的在俄罗斯非常迅速的搞定这个俄罗斯，最后在俄罗斯大胜呢？还是说如郭先生所说的俄罗斯会在最终被解体呢？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现在俄罗斯实际上的这个就是战况，也就是在今天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的这个六月一号的早晨，这个叫做俄罗斯自由什么东西啊？叫俄罗斯解放解放军啊？我看，呃，俄罗斯志愿军，我看啊，我叫俄罗斯自由军团，又闯到俄罗斯境内了。然后呢，这个。 叫什么这个瓦格纳呢？也就是说，这个瓦格纳呢，又和这个呃俄罗斯呢，高层非常的不睦，对吧？俄他们说天天叫嚣着说要撤军，要把哪一块地方要交回给俄罗斯。那据说这个瓦格纳呢，跟瓦格纳的那个头呢，跟普京的关系不错，但是跟这个绍伊古呢关系非常不好。 然后呢，老是说绍伊古坑他，不给他钱啊，不给他子弹啊，反正这个有利益冲突，两个人呢，这个两条狗抢肉骨头没，总是要打架的，是不是？那么又有这个什么俄罗斯的志愿军团要闯进这个俄罗斯，据说要解放整个俄罗斯，还朝中国人民解放军去喊话。那还有呢，这个所谓的我们知道说前两天这个莫斯科，莫斯科被。 呃，乌克兰人的无人机给轰炸了。那轰炸完以后呢？本来以为说这个莫斯科，呃，这个国际社会可能会哎对乌克兰的这种行动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想法，也没想到他们说，哎，我们仍然非常支持乌克兰。啊，那么现在的这种情况，你看啊，这个俄罗斯帮他打仗的这个他的所谓的监狱劳改犯军团，这个瓦格纳已经不太听话了。 然后呢，又有新的俄罗斯的自由力量呢，要去解放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国内的老百姓，实际上说有多少人是真的去愿意去、去、去为这个国家打仗、为这个国家而死的呢？我相信几乎没有。那么到底是习死皇预测的比较准确，计划的比较好呢，还是说我们七哥说的这个俄罗斯会最后以解体收场比较准确呢？ 反正他还没解体，我们看看吧，好吧。那么这个是第一啊，喜死皇的这个布局，这个他的牌到底呃什么情况，打的什么情况？那么来自于外面的这个复杂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就觉得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病毒的溯源。上一期节我们我们就说了，这个病毒的溯源是这个速速停停，速速停停。 扑朔迷离呀、啊，这个一会儿呢，这个科学问题，一会儿呢政治问题，那么一会儿呢又停了。那他一停啊，突然之间这个中国科学家高福出来讲话了哇！那高福是不是应该说病毒肯定不是从实验室出来的呢？哎不，高福说我认为病毒很有可能是从实验室出来的。但我不知道高福现在到底是活着呢还是在哪里呢？ 怎么能够在中共国这个大大张旗鼓的敢说病毒是从实验室里面出来的？我那天听了老惊讶的，我说高福是不是逃出来的？然后我就是急吼吼的跟小伙伴去商量了，说啊，他是不是逃出来了？他是不是一个正义的科学家啊？后来发现他还在国内，那我就怀疑了，这个西死黄失控了吗？对这个国家的媒体管控失控了吗？这不会呀、啊，这不他还要惊涛骇浪，怎么能失控呢？ 哦，后来他们给我分析啊，他们给我分析的不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我非常要谦虚的说，我也没这个脑子分析出来。这个这个我们的战友们给我这个我们一群臭皮匠，现在诸葛亮不在，臭皮匠自己啊瞎琢磨琢磨出来，原来有可能这个西死皇想要把这个责任推到这个五毒所上面去，对呀、啊，是不小心露出来的嘛？这五毒所干的不好。 石振立干的不好啊，这跟我西四皇有什么关系？把他们丢出去祭旗！哎呦，老吓人了，我觉得石振立你小心了，你们所有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人，你们都小心了，你们可是世界的罪人。西四皇实在搞不定美国的时候，说不定就把你们丢出去祭旗。哎呦，我一听，真的很有道理。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臭皮匠自己研究出来的。那这个病毒的问题，你看啊，喜死红他已经开始，对吧？不不在他自己那个路子上走了。那还有那个气球。 这两天气球又安静了啊，气球怎么这么安静？但是大家知道说，气球是喜死黄，一直很害怕的一件事情。就因为这个气球的事件本身，在两月份就应该发生的这个美国国务卿的这个访华，呢，也没有成功。直到说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沙利文呢，才啊又开始让两件事情回暖。那么回暖的时候呢，中共国自己的主要的观点呢，就是说是，呃，要这个就是譬如说。 呃呃，他们的媒体报道的时候，就是嗯，美国人已经跳过了这个气球的问题。但美国人的报道上说，包括这个美国白宫的发言的发言稿上面也说，就是答记者问里面也说，哎，这个是主权问题，不能随便跳过，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想要寻求这种对话的渠道，那是肯定的。那到底跳过了没跳过？哎呦，这个世界上最怕的不是说。 咔嚓一刀，而是你的头在那个狗头铡上面，上面挂了一把刀，你不知道这把刀什么时候下来，但是这把刀就在那边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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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啊，下来的时候又往上拎了一拎，又抖啊抖啊抖啊抖、啊，啥时候下来呢？老吓人的咯。那么，包括还有一个喜死黄的绝招，叫做勒裤腰带比赛。 那么我们一直说这个“喜死黄”的这个绝招，他的这个内裤腰带比赛，因为中国人可以吃草嘛，极限思维，极限思维。但问题是说这个极限思维好像真的最后可能不一定管用。我们是看到最新的这个极齐啊，还有这个后面的一系列的这些世界的这个西方的组织，我们就看到了说，哎，他们真的是已经最后下定决心要跟。 这个中共国做供应链的 de-risking，所有跟你有危险的事情，我都要跟你脱钩。但是不叫脱钩，这叫脱危险。那比如说你要买土豆啊，你要买什么什么黄芽菜啊，这些都可以卖给你，这没关系的。但是去风险化，对，去风险化。小铁跟我跟我说，这叫去风险化。 是啊，然后呃，那其实美国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对于自己货币的保护，对于呃这个自己的国家的未来的保护，也不是说是完全的，就是交在了那一帮人手里，那一帮卖美贼手里。美国有卖美贼，也有爱国者。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州，就美国这个国家，最主要它是个民主国家，就是说至少现行的体制和法律体系不会让某一个人一家独大到大到没有办法、没有边界的程度，像西死皇这样，就是你可以说这是政权。 但是最近我们就知道说，哎，比如说、啊、美国有一个州叫做蒙大拿州，这不是一个美国很发达的州，但是这些蒙大拿州它看准了这个所谓的未来的机遇，它很快的就立法。他在今年一月份提出来的法案，在今年的五月份就已经批准了。他批准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数字货币相关的内容。首先，他说这个你对于数字货币的挖矿，你不能有费用上的这种呃歧视性的区别。其二。 他说，数字货币的这个支付应该得到大力的鼓鼓励。那么，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属性，刚刚我们说了，SEC 老师说要把数字货币变成这个所谓证券，但是在蒙大拿州，他给它定义的叫做个人财产，叫做私人财产。什么叫私人财产呢？也就是说，在美国税务上有两种财产的主要的财产形式。 一种叫做不动产，大家都知道的，什么叫不动产？也就是说你的房屋啊什么的，这种叫做不动产。那么叫做私人财产呢？或者我们用中文比较容易理解的，叫做呃动产。也就是比如说，哎，你看我后面这盆花，对吧？我这只手机，这都叫动产。也就是说，买卖当中的税务问题是有巨大的区别的。不动产的税要高很多，而动产的税相对来说要少很多。 而且它更加不是一个所谓的证券，也就是说跟 SEC 没有毛关系啊，好吧？那也就是说，你看啊，这十六号批，十六号提的，五月二号就批了，你想想看，这个事情是多么快的一件事情啊！ 哦，那顺便说一下，这个现在这个这些研究的工作可不是我做的，我也没那么那么多时间，那么聪明，天天这个搞得清楚那么多法案。我们现在呢也成立了一个新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研究小组。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以前就是我以前成立过一个叫做青蒿素小组。那么青蒿素小组的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a g l e s 医生现在让这个青蒿素拯救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战友。那我相信啊。 我们的这个数字货币的小组一定也会这个，这个长出像 Agnes 医生这样的能够在我们新中国联邦的接下去的这个数字货币领域的高人大拿，然后很厉害的人，当然肯定不是我，<laughs> 就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呃，这个就是他们也很忙，我们也很忙，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就是闲着啥也不干，是不是？好。 那么呵呵，我们可以看到，那另外是说这个台海问题，现在这个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支援台湾，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两天又是和呃菲律宾啊、日本啊在这个附近做军演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美国对于中共国的这一系列这个措施呢，也让中共国觉得说和他原来计划的剧本不大一样。 所以呢，要有极限思维，一定要准备好极限思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的这个二十大的安全会议，那么呃安全会议的解读呢，那我们刚才已经解读了。那么解读完以后呢，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去我们这些人应该怎么办呢、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又想到了当时这个三幺五以后，这个官人跟我们说的，哎，大家要守住自己的心，该干什么事情。 继续干什么？现在坦白讲，我们来看现在的这个事件啊，每天又上又下，又起又伏，就每天跟看恐怖片一样的，你知道吧？就是看恐怖片一样，看恐怖片会怎么样呢？会心抖啊，会害怕，会闭眼睛。以前我有听说过，说有人看那个贞子，把背后就把你放在一个大的房间里面，灯关掉，然后把背后的那个就是家具全部拿走，你的沙发腾空着放。有人看了这个呃三部贞子以后，直接就疯了。 那我觉得说，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也跟那个环境里面差不多，就怎么样我们能够看这个榛子看的不发疯，而且关键呢，我们不能说看了榛子不发疯，我们还要一边看榛子一边烧饭，对吧？烧出来的饭，烧出来的香辣蟹，该辣的要辣，该咸的要咸，然后烧出来的糖醋小排还得是又甜又香的，对吧？这是一个有难度的活。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说，也许爆料革命真最后真的只会剩下百分之五的人，那就是可以一边看恐怖片一边继续烧饭的人。那你会不会是这样一个人呢？ 好，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哦。另外是说，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我正好是飞机要飞到这个纽约去参加这个六四的活动，所以呢，这个星期六的节目要取消掉一期。下一周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六四的活动，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准时准点播出，但也许节目会有所这个时间上的更改，呃，我会提前和大家说。那么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哎，你看看啊，这是贺老，真是啊，这个是惊涛骇浪，咱 <laughs> 比习近平用的早啊，这个。告诉文贵，我人生的呃后半生是因你而呃改变，你的杰出表现呃表现也或呃使使我倍感。 嗯，骄傲自豪，无怨无悔。每当回忆这几年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中，你神奇的表现总能化险为夷。化险为夷，我总认为上天之手在拖着你，让你不呃不会于从高悬钢丝上垂落。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最最大的挑战。 就你是否有勇气是吧？是否有勇气？是否有勇气？是否有勇气？这个能是吧？能能真正的来面对你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最大敌人是自己。打,打的我，打我自己，征服自己。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微针。嗯、那么现在看到这个。 啊，习太阳啊，在这个讲话当中讲的所谓的啊，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不就是共产党以共灭共嘛，是吧？以共灭共就叫自我革命，是吧？就是共产党帮助咱消灭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干的这些事情，是我们最最期望的清党，以共灭共，惊涛骇浪。 那咱们现在就等着收成是吧？不是的，我们要让西方世界真正的看到共产党的本质。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全世界的唯一。它的惊涛骇浪。哎呦，我这腿不疼。来可以吧了，然后走向世界了，可以吧？就开始了浩荡，史无前例。所以说。 整个，我觉得这个“惊涛骇浪”这四个字儿，越想啊越想，我觉得这个价值越大。啊，共产党自我革命，越想就是以功灭功。啊，高兴的我真的是，实在是很幸福。我觉得老天在帮我们，在帮我们消灭这个邪恶的东西，拿着别人的生命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不应该的，所以说，新中国联邦就要用一技刚刚开始借力打力，巧妙的利用共产党内部的最大的弱点和掌握内部的情报，和西方是同样受到共产党威胁的这些人和组织啊，然后一起来啪，就这共产党就啪，就是几个勾拳。 是吧？就把困难给消灭掉，而且是不能作为牺牲。哎，到时间了又。哎呀，我的妈呀，这、哎、太快了！就这样吧。完了。 十八轮转，与你相会。